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今天比较早一点，因为客人第一站要去小南门早市，现在准备出发了。一路畅通，才6点多一点，到南二环酒店了。第一站带粉丝客人来到了小南门早市，这两边现在都是早市。早市一般就是卖一些菜呀，还有一些小吃，主要是过来小吃比较多一点。现在也是来西安的打卡地。哇，这一大早来的人不少。那天还有一个粉丝说是像这种红彤彤的柿饼在哪？小南门早市都有。这一盒咋卖了？这一盒12一斤称。哦，12一斤。西边这一条顺城巷现在主要都是卖菜啊什么的，卖吃的比较少一点。这店吃个啥？我早上也没吃呢。来西安最好吃的鸡爪西南烩啊！吃个油茶吧，暖和暖和。我吃了，刚才吃了。你吃了？有两只烤鸡蛋的。哎，明天早上带我去吃。你不是吧？烤几个鸡蛋？我要两个鸡蛋那种蛋卤子。哎，早上吃个油茶麻花。敬高爷爷啊！来，冰糖雪梨了。现在得卖早餐少了，那个菜盒啥都没见吧？来，老北京在前面。多少钱？1块钱。好。这挨个麻花1块钱，这么便宜，很实惠啊！吃的这太暖和了。好多特色的小吃呢，从那个城墙往这个十字走一点，就这油茶、麻花、菜盒，都开始排队了。这两个油茶，给一个菜盒。你也是韭菜吗？啊，对。老板这排队油茶，现在是卖菜的才是在老地方，然后小吃啊各种都集中到了这里。再喝个豆浆。来茉莉豆浆，来小伙子往前走，来来一杯，多少钱？6块啊。哦、好喝再来，咱是小南门第一家的啊。哦，厉害厉害，真正的第一家啊，记得来。我看一下，我都不打开了。啊、哦，里面放茉莉花。嗯，喝的这个。来，茉莉豆浆，里面放的茉莉花，还有一点点糖。吃完，喝个热豆浆，很舒服，甜甜的，有一点茉莉花味。小佳买了个蒸锅，试着蒸一下玉米，速蒸。现在开始做晚饭。你中午吃了几碗臊子面？1碗。你现在还是小组长不？啊？不是。不是了。你今天没，你这几天没去都不是了。咋都不去了？玉米蒸好了。好了。
晚饭做好了，鱼香肉丝、豆芽、玉米，还有一个紫菜汤。好了，今天真的是起得早，也结束得早。我现在准备回家了。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啊，都用不了微信支付、支付宝，只能给现金。今天是单双号限行，依然很堵啊。洗车今天真的是走了高速，停在树底下，一群一群的鸟拉到车上了。可以一下洗干净了。你在写作业吗？作业写完了没？最后英语，这是抄单词是吧？诶，这个写错了。你那个舞蹈跳会了没？还没。跳的咋样嘛？嗯，晚上随便吃着。今天不知道啥原因，感觉特别的困，吃完准备睡觉了。练的咋样？可以啊。明天是不是明天表演？你昨天不是啊，跳的差不多了，我看。哎呀，跳得好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，咱们分享到这里。哎呀，再见，拜拜。